死丫头，躲在这儿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，还不快去开门去？恐怕是老爷从南京回来了吧？胡说，老爷今天怎么会回来呀、啊？快去！你别玩火嘛，拿本书那边看去。你看这些个旧书包都可以换洋火的，干嘛要烧掉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两天外头很紧张，到处突击检查，这些书留在家里没有好处。学校也老出事情，老校长被教育局给撤了差，老张老吴啊被特务给抓走了。谁呀、啊？黄太太，黄太太，哦，是黄太太吗？请等一等，我就来啊。侯太太，请进来坐。贵姓？毕姓华。华啊，华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乱得很，坐坐坐嘛。不客气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知道是干什么？这家伙鬼鬼祟祟的，说不定是……这些东西还是马上把它烧掉。算了，你快点上课去吧。可是，回头我来烧好了啊。好，也好，也好。骷髅头子，骷髅头子，哎，骷髅头子，人家孔老夫子刚从报馆里回来，天亮才睡觉。我知道，凶死他们！骷髅头子，骷髅头子，哎呀，下来，下来，哎呀！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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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。你看，好好好，好。呀啊！这胡子，哎呦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这房子成问题了。那么一切事情等侯先生回来再说啊。哎，侯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他每个星期六回来的。啊，好，那么再见了。再见、啊，不送了啊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侯太太，这个房子是不是？等我们老爷回来再跟你们说啊。哎，老夫子，这个人是来看房子的。你听我说，这个房子是你的呀，怎么可以让他再顶出去啊？喂喂，你去找孔伯伯去玩去吧啊！哎，华先生啊，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啊！什么？这个房子顶出去了。这广播可靠吗？当然可靠了。刚才来的那个人啊，就是看房子。这个事情咱们再商量一下。哎，你听我说啊。哎，改天再听你说吧。对不起，我得去上课去了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听我，人家要你来说，多管闲事。快上街去。好，那你听我说啊。我不听，好吃懒做，坐坐坐。啊，你听我说嘛！哎，好好好好，我们上街去玩啊！我陪你上街去啊！
哎，喂喂，乖，咱不去啊，咱不去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哎，好好，我们继续讲笑话，继续讲笑话啊。哎呀，外边好冷啊，走走走。大河子红，有来头。大家都唱得好，都唱得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吃花生米，来来啊！哎哎，你一颗，来，啊，你一颗啊！哎哎，你一颗，哎，你也一颗来。哎，都唱得好，都唱得好。哎呀，这多好玩啊！我们坐在楼上就好了。嗯，红爸爸本来住在前楼的，楼给猴子占了。咦，他怎么叫猴子的？傻瓜！你看他姓猴又难看，这个猴子是什么？猴子猴子猴子有味道，大海鲜多味道。完了完了，吵什么？阿妹，你也夹在里头啊，当心你的皮，这早成了你们的世界了啊，要吵老子来窝里吵去，不叫你们搬家算客气的。什么叫客气？房子又不是白住的，有话放在桌面上来说，这孩子们嘀咕什么？爸爸老小的都快下来。行，请问你，你们这儿有房子出顶吗？没有。哎呀，老夫子到这时候才回来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啊、哦、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不接接他。好好好，太好太好！哎呀，什么事情这么紧张啊？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哎，又是东洋社的消息，造谣！你大清早起就废话连篇，走开！来，听我说来。啊，你听我说。早啊。哎，早啊。你听我说啊，房子要顶出去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是已经跟我广播过了吗？你听我说、啊、你猜为什么房子要顶出去？猴子准备逃难了啊，这是个好机会哦，你可以把房子收回来了吧。哎，这才是一句正话。哎，老夫子 啊昨天前楼那个女人呐、啊、带着人来看房子，又骂我们毛毛，说赶快给我搬家。嗯，您看人家一步一步的逼过来了，老夫子，你得早点打个主意呀、啊。对了，孔先生，还是你来做二房东吧。哎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怎么能算了呢？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嘛。那个时候他仗着汉奸的势力霸占了去，现在还怕他干什么？是啊，你跟我讲理，我去跟谁讲理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是非，没得说的，肖老板。好好好好，反正三房客也不止我一个人，我去找华先生下来，大家商量商量，好吧？哎，好好好，华先生，来来来，咱们大家谈谈房子的事情。华先生，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呐，这件事情非你出头不可。啊，你等一等，我这还没洗完脸呢，待会儿再洗嘛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走走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哎哎，好好好。华先生来了，华先生来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这位老夫子啊，真是个老股东啊！我跟他说了半天呢、啊，他简直是一窍不通啊！不是，我是个草包，我说的话老夫子听不进去。这个房子的事情，非你华先生出来替大家想个办法不可了。哎，对了，华先生，我跟他说了半天了。嫂嫂嫂嫂，女人懂得什么事情？出去出去出去，不懂不懂。华先生刚刚起来，早饭没吃呢啊。开庭菊花拍牛奶啊，菊花拍牛奶啊，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。哎，你们低声一点啊，猴子昨天晚上才回来，正在睡觉呢。是吧，猴子回来了。还、哎、好，我正要找他去。哎，轻一点，我先给你们看他去啊。好好看看看看，我才不怕他呢。老夫子你听我说，是他霸占了你的房子，从前他当汉奸有权有势，你怕他，现在怕他干什么？哎，对不对，华先生？我告诉你说，
他今天如果还是个汉奸，那我自然是不怕他了。可是人家呀，神通广大，摇身一变还是个大官，已然骑在我们的头上。哎，我呀看透了。华先生，这几十年来啊，我在报馆里当了位小教队员，别的我不懂啊，可是这几十年的历史我倒熟了。一会儿北伐了，一会儿剿匪了，一会儿和平了，一会儿又什么戡乱，搞来搞去，我们老百姓还是受罪的老百姓。人家吧，明明是汉奸，转过脸来硬说是地下工作者。我这个老头子连自己的独养儿子都送去抗战，可是到头来就凭人家姓侯的那么一句话，说是什么参加过新四军的就要抓人，还要把我这房子都要给我充公。你们说说啊，这笔账该怎么算法？天底下有什么是非哟？不过孔先生，你也太悲观了，天底下是有是非的，这笔账总有一天要清算的，恶势力总有一天要铲除的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到了那个时候啊，我早就进了棺材了。老夫子，孔先生，你也太悲观了。我只是说啊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当然喽，假使你今天肯挺出来把这个房子给争回来，那当然是上上之策喽。哎，对了，老夫子啊，只要您挺出来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他们还敢赶我们吗？啊，先生，您饿了吧？先喝杯牛奶，真正的菊花牌哦。还有，哎，怎么样，孔先生？那么现在到底怎么办呢？喝吧，冷了。谢谢你，你先请吧。哎，我还没漱口呢，没漱口我是不吃东西的。哎，刚才在楼上我看还没漱完呢。还没漱完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妈妈，我们要来天安门到底有小子。问他要搬家费。也只有这样。搬家费啊，还是最起码的条件的，要不然我们就不搬啊。好，黄先生，你领头，咱们大家联合起来跟着干。不，这个搬家费呢是理所当然可以提出的。不过我呢，请你原谅，对于姓侯的这种人呢，我根本就不愿意跟他说话，我如果一开口啊，一定会跟他闹翻了的。肖老板，还是你出来最合适。我们大家呢在后面给你做后盾。好，只要你们大家做我的后盾呢，我就打头阵。干什么？来了。阿妹，快把桂圆汤端上来。莫为他打不死的文香，莫为他。正好你们大家伙都在这儿，我们老爷吩咐过了，我们就要跟部里到台湾去了，这儿的房子要出顶了，你们三家快点自个儿找房子，别耽误了自个儿啊。嘿，狐狸精！是我弟弟，把我们也不给关了。干嘛干？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你吃过牛奶没有？滚出去！擦把脸吧啊！对，抽给你啊，醒醒！吃完了桂圆汤再睡啊！不睡了。还早得很呢呀，12点都不到呢，再睡一会儿。不睡了，去
这次回来事情忙得很呢、啊、在南京部里整天是等应奉旨，一到上海就忙着买进卖出，哎呦烦死了。一到我这儿来就忙，你在南京的家里呢？别胡说，我问你，你催过他们搬家没有？催过了，他们鬼头鬼脑的在商量，也不知捣什么鬼。哼，这帮家伙我早看透了，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。哼，你真是个糊涂蛋，姓华的什么心思你还不懂啊？你总是疑心见鬼，人家华先生是个读书人，读书人心眼才多呢。什么叫后盾后盾呢？哦，让你这个傻瓜去打前锋，他躲在后头想现成的。人家是个教书的，总不好意思伸手跟新猴子要钱吧？那么挣到了搬家费，他要不要啊？哎，怎么又是我的不好？难道说连搬家费也不该要？这问题不是在搬家费该要不该要，这姓侯的肯拿出来，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要的呢？这问题呀、啊，是在我们的态度。我们怎么能跟小广播他们来比呢？他们是做买卖的，就知道钱。我也就知道钱，柴米油盐的哪样不要钱呢？你别扯远了呀！我是说，姓侯的是个党棍子，在今天呢，我们犯不上跟他正面冲突，吃眼前亏。那么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搬到学校里去。你不是说这几天学校里就在闹抓人吗？哎，不过学校里人多，我想他们多少有点顾忌吧。我今天去说说看。哎，给我点车去。今天买菜钱又不够了。哎，在修报纸的，等一等啊。哦。哎，你这怎么还不给它烧掉？烧掉它干嘛？卖俩零用钱不好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人那真是。麻烦了，老板。喂，麻烦了，麻烦老板吧。不卖了。老哥，你发现啥？发现啥了？华先生，华先生，华先生。哦，华先生，您对我们的抗议有什么意见？我赞成，我赞成。华先生，华先生。哎，老华，你没上课呀、啊？你跑我们宿舍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有房子没有，我打算搬进来住。哎，我们真有事找你，进来谈谈好吧？哎，华先生来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签字签字。是不是对学校提抗议啊？对，是啊，你已经知道了。哈哈，猜到的。我一看见你们这个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一定有事。哎，他们把老校长给赶跑了，接着又递补了老张老吴，这里边的问题不简单啊。他们新派来的校长不会不知道的呀，我们的安全太没有保障了。其实老张他们也跟我们大家一样，都是自由主义分子，毫无党派色彩的。是啊，我们大家都是无党无派的自由分子。是啊，都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背扬八股的了。老华，签字签字。这不过我的意思是，地方抗议书是不是有效？而且对于老张他们这批被捕的人是不是有帮助？奇怪，我绝没想到你华先生会有问题。老张他们跟你的私交极深的，同学们一向也很有素质。哎，老刘，你别误会了华先生呢，你话还没说完呢。是啊，你呀、啊、还是个大炮，你朝着我放，这不是无的放矢吗？我的意思是啊，咱们得考虑的周密一点。至于这封抗议书嘛，我看我当然签名了。那好那好，当然签名了。哎，好了啊，我得去解决我的房子问题去了啊。好，再见。校长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跟您商量，就是我在外头租的那个房子最近发生了点问题，所以我很想搬到学校里来住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。哎呀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前天还空有房子，今天有人了。不过有办法，我替您负责任好了。那好极了，谢谢您校长。坐坐坐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。哦，这
张先生他们被捕之后有消息没有？这次市教育局派我来做代理校长，我说不行，还是让我当训育主任，偏不答应。你看是不出了岔了？教员当中还有人对我怀疑，这是从何说起呢？华先生，您听见有什么闲话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上课了，上课了。做人难，难做人。华先生，如果同事当中有什么闲话，您替我解释一下。至于房子吧，我替您想办法，您放心好了。好，那么拜托拜托。对不起老夫子，报馆全部在景素，房子不够用，实在腾不出地方。是的是的，我知道报馆也没有房子，可是我只要几尺的地方能够放得下一张床铺就行。哦，慢慢再想办法，你先去把教养赶出来。我也是，老李，听说徐政委包围了，徐出去危险，蹦不迟就要靠不住了吗？要听说防卫兵团已经给共产党吃掉了，还有孙运良、邱静全两个兵团也抵上去了。哎呀，这事情怎么办呢？今天兵怎么样？孔老夫子，你找林主任干嘛？想搬进来住啊？真是东也看乱，西也看乱，越看越乱。哎，砍掉了我的儿子还不算，现在连我这老骨头都看得无处难伸了都。一面是越看越乱，一面是越长越凶。他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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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。哎，长了，长了，没错，长了，没错，长了，长了，长了，换牌子，换牌子，长了，这马子还不换呢，没错，长了，哎，哎，哎，长了，长了，没错，长了，哎，长了，长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可赔了老本了，你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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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卖。神经病，又谁得罪你了？老二涨到六了，下午行情都没有，赶快回去找猴子去吧。找猴子谈房子啊？哎，房子事情一天不解决，我心里一天放心不下。他妈的，他们不管了，我小广播单枪匹马的跟猴子去拼去。哈哈，你现在才明白了？哦，那又是你的理。谁呀？我，侯先在家吗？你是谁呀？我姓肖啊。哪个姓肖的？小广播啊，不，楼下的肖老板的。哦，原来是你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找胡先生谈谈。对不起，我们老爷还没起床呢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好。这个。喂，是的。侯经理昨天夜里回来的，有什么事吗？款子带来了呀。侯经理说过了，有货尽管收进来好了，款子要多少有多少。我跟经理说好了。谁来的电话？是胡先生打来的。侯先生，关于房子的事情啊。哎呀，房子的事情我们老爷说过了，房子一定要顶着，大家都得搬呢。胡叔又没有收过你们的押租，谁也别想糊涂心思，不搬也可以，那他就把房子顶就好了。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这个顶不顶你们房子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可是你们要我们搬家。小英啊，我进来。侯先生，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不是这么说的。侯先生，你要我们搬家，我请问你，你究竟是？轻一点好不好？我们老爷还睡会儿呢。哎，肖老板，你刚才说我们的，是不是代表全体房客呀？代表。我们老爷说过了，你个人自扫门前雪，少管别人的闲事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姓孔的儿子是个共产党，你犯不着跟他搞在一起，懂吗？我们老爷说过了，房子的事情只要你好好的商量，他情愿便宜你也不便宜别人。大猫弟，有人找你啊，下来。大猫弟，谁来了？回来谈，回来谈。谁来了？谁来了啊？谁在那儿？哎呀，在我下来。我跟你说，
楼上那个女人说情愿便宜你，是不是想把房子顶给我们？哎，对了，就是没钱呢、啊。吵什么吵什么？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起来了，出来了。是是是。房子到底要不要？你坐下，你坐下。不是你，我告诉你，天下的事情只有靠自己。孔老头子、啊、阴阳怪气的，亭子间的那个穷鬼有千丝万缕的，靠他们怎么行啊？是，可是哪来钱噻？你听我说呀，现在房子便宜了，不是说猴子怕要逃难了吗？我们趁这个档口杀他的价钱顶下来。哎呀，废话！我问你，钱在哪儿噻？穷鬼，你一辈子发不了财了，钱你不会想办法吗？到哪儿去想办法呀？你呀，蠢货！这两天金子利钱大，我们的生意又难做，为什么不去嘎金子？嘎到了金子顶房子，我们做二房东。赵南子呀，好，我们今天有办法了。这房子连电话，我只要的三根条子。先缴定定钱，其余的月底付清。你把这个话特给小广播。三根条子那么便宜、啊、你晓得什么？这两天什么行市？这两天什么东西都在涨呀，就是房子在跌啊。为什么？不要到外边去乱说啊，南京的要人们都偷着溜了，房子要快顶，现在第一先把孔有文给赶出去，免得他从中捣乱，懂吧？去给我炒盆年糕来。侯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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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华太太，请进来坐。侯太太不在家呀。哎，小英马上就回来的，先请进来坐嘛。谢谢您，我们回头再来好了。哎哎哎哎，小妹妹，嗯，真乖啊，真漂亮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拿糖吃啊。华太太，请进来坐坐嘛，有什么话跟我谈是一样的。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，我想找侯太太谈谈这房子的事。哎，好极了好极了，坐着谈坐着谈。坐坐坐坐，请坐。华太太，对这房子的事您有什么意见？房子的事情嘛，我们华先生倒是愿意搬的，不过照上海的规矩，要搬家是要给搬家费的。华太太，我们是老邻居了，我根本没打算叫您搬家的。你侯太太不是要我们三家都搬吗？哪里呀、啊？他没弄清楚。其实我的意思是，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小心点啊！公公，公公，下面这起孩子吵死了。是啊，这次我只想把他们给赶走。华太太，你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高兴住下去就住下去好了。以后二房东这一方面由我负责。那好极了，其实我们又哪愿意搬家呢？是啊，一动不如一静啊。怎么，华先生没在家？他每天不在家，学校里忙得很的。哦，那你不寂寞吗，华太太？没什么。华先生回来就是我说的啊，请他在这住下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侯太太，房子就这么决定了啊，先付一两定钱，顶费嘛是这个数目。一句话呀，不过肖太太，话可得说在前头，事情要快啊。我们老爷说过了，顶多等你们到月底，过期不交啊，定钱算拉倒。好，我也一句话，好啊，好的。少管闲事。
再会，华太太，有空请上来坐。好，再会，侯先生。啊，侯太太，我等了你半天了。找我啊？有事吗？咱们谈房子的事啊，我已经跟华太太谈好了。谈好了就更好了。你下课了？你上课累了？喝口水吧。你怎么不开口呢？这急死人了。你到前楼去做什么？找他谈房子的事。你找他谈？你找他谈什么呀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这个房子，我们搬到学校里去。哎，夏锦呐，你这几年呢，简直丝毫没有进步啊。每天柴米油盐，忙得头昏脑胀的，叫我怎么进步呢？嘿嘿。这哪一家不闹柴米油盐呢？这是社会问题呀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。所以我来负啊。你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？遇着钱的事情你就清高了，不愿意去找人家，我不去找他怎么办呢？我当然不去找他了。他是个什么东西？汉奸、小官僚、奸商、党棍子。我管他是什么东西，我只要房子。房子？学校里有啊。学校里的房子是人家的。这儿的房子是你的？当然了，他已经答应我不搬了。他答应我们不搬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交涉办好了，我们可以不搬。可以不搬了？不搬我们不住了，我们搬到学校里去，叫他们拿搬家费了。那你自己问他要去。亭子间嫂嫂怎么样？要我帮忙了？人家有事来找你的，关我屁事。等等，拿去。走了。嗯。就回南京吗？不，先把厅长这笔款子给送到公司去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嗯，当然是星期六了。不能早点吗？早来干什么？跟人家谈谈呀。识相一点啊，事情不要管得太多了。胡经理，今天晚上到南京去的卧车票已经预备好了。啊啊。胡经理，国库就这笔款子领下来，马上到中央银行去购买官价黄金。是是，15亿，条子不少啊。处理的公事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要央行明天就兑现。好、哦，这15亿嘛，算是厅长个人暂时借给公司的，要会计科出堂收条。是是，金子到了手，怎么个做法呢？黑市抛出呢，还是？不，都不做，都米。现在乡下人都不要金元券，一两金子可以换10袋米，这个生意做的。不过一大批米啊，运起来不会有麻烦吧？麻烦？哼，谁敢找麻烦？就说是军粮好了。哎，阿妹，要不要我帮帮你啊？不了，谢谢你，孔先生。啊！哎，慢走，我正有话跟你说呢。有话跟我说？我们老爷关照过了，限你月底就搬家啊。什么月底？嗯。何必逼人太甚呢？我逼你？是我们老爷可怜你，才让你在这暂时借住的，你还想赖下去啊？到了月底不搬，可别怪我不客气啊！发这么大的狠干什么？找到房子再搬。暴奸巨猾，想放赖啊！你不搬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老夫子，他又逼你搬家了是吧？啊！哎，老夫子，你听我说，你知道猴子为什么要逼你搬家？就是为了想把房子顶出去。哎，你知道房子顶给谁？哎，管他顶个谁呢！哎，听我说，别在那胡说八道了。人家老夫子听你这套。哎，你听我说呢，你知道将来，哎、你知道将来的二房东到底是谁？反正不是你。哎呦，好吧。哎呀！你这个嚼舌头的，到处乱砸的。
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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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出去，我出去，出去，下去，下去！把门带上，把门带上！我说，我说，哎，你跟他胡说些什么？人家孔老夫子是个单身汉嘛！别说废话了，别说废话，房子还没到手呢。哎，你赶快把东西搬出来，压点现款，明儿还要嘎金子去呢。哎呦呦，这是嘎金嘎金子的，来来来，拿东西拿东西拿去，拿去去去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快把东西拿出来卖黑丝，卖了黑丝嘛，嘎金子，嘎了金子嘛，再卖黑丝，卖黑丝嘛，再嘎金子，嘎了金子再卖黑丝，卖了黑丝嘛，再嘎金子，嘎金子卖黑丝，卖黑丝嘎黑丝，嘎金子嘎黑金嘛，呸，啥个门子啊？哎，本钱有了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啊？你干什么你？我什么也没干嘛，我干什么？你把我的看金丝拿出来干什么？这是我随司门店拼命抢着来的。哎呀，还有玻璃丝袜，要看你咋了？这金子，我的金子，你拿我金子干什么？金子做本钱啊，本钱！你这货搁那干什么？我，好了，大家别吵好吧？本大利宽，你的金子，我的货，那行不浪一塌瓜子，通通说话好不啦？操你妈！死人，你就饶不了我！哎，你到哪儿去？不是说找猴子抵押吗？抵押，你晓得应该押多少钱啊？来来来，我开个单子给你吧。哦，海尼西林，这五件首饰一共是2.58万，一两嘛算是顶房子的定钱了，剩下的连这些货，请您押点现款吧。这还有单子，你看这几个老古董啊，你看，这有两打玻璃丝袜啊，这半打巴黎香水，这还有佩米西林，佩米西林。哦，我都是西林，西林小姐，侯太太，这是顶贵重的药了，死人都救得活的。前两个月在抢购的时候，人家睡衣、夜水、门厅都买不到呢。家人们，那我真不懂呢。过来，把东西拾到柜子里去啊。宝龙西尼，肖太太，盘子等我们老爷回来了，一块儿算给你啊！啊啊，好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快找两个人来吧！哎，赌鬼，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？那肖太太不是一把手吗？我，我怎么敢上你们的台面呢？你们都是大手大脚的。哎呀，小麻将嘛，怕什么？还缺一个人呢？人倒是有，要是真不嫌小的话，我去找华太太上来。好好好，快去快去。华太太，哎，啊，肖太太，走，陪我上楼打牌去。我以为睡着了，我也不大会的。哎呀，华太太，你也应该出来走动走动啊。猴子逼我们搬家，我们正好跟他们联络联络。猴子在家？那我不去。没有啊，就是一个女客。走，陪我去，陪我去。我，哎呀，走了呀。那你等我一等。快点。哎，气死我了！我三只八大都没有胡成呢。我的牌也挺好的，2.58图你有啊？没有，我自己给生吃就好了。生张不打，打生张，打得我满贯都回不上了。刚才那个牌我不能不打呀，我一打上了。哎，打上了，打呀，成啊！哎呀，我老爷回来了。好了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又提早回来了？今天才礼拜四啊。冷吗？啊，实在没事情做，也闷得很。我说我们来陪侯太太来解解闷吧，没想到侯老爷会回来了。算了，不打了，我们收了啊。华太太，请坐，坐，打吧，坐，坐。啊，肖太太，你也坐。啊。怎么，今天你也要打？好吧，我替你打两回啊。来。救命！你一回家电话就来。喂，啊，刚回来呀？你们的消息倒快啊！哎，公司里打电话来。啊，告诉他们，一个都不许走。我5点钟到公司来，有要紧的话跟他们说。啊。喂。哎呀，这个电话就好像到了您身上似的，您一到家就打进来了，你看。华太太，华先生没在家？没有，他上课去了。对了，
他昨天还说要跟侯县谈谈呢。好，侯县。好些。我们华县的意思，这个房子的。华先生真忙了。华先生再忙也没您侯老爷忙啊。哎呀，您是聊天还是打牌嘛？快点嘛，侯老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胡了，这一盘可大了。哎呀，不得了！清一色，一条龙，二八将，门前清，堪心无。又是独舞，无字无花无白搭。哎呀，让我自己来算算，不止吧？华太太，关于房子的事，华先生有什么意见？我们华先生因为搬到学校里去住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也没什么。我们华先生的意思，搬家费嘛，还是得照上海的规矩。那么您自己的意见呢？搬家嘛，当然是麻烦了。洪老爷，您看看您打的这张牌，我们都输钱了。糟糕！这封抗议书我们先把它送上去，如果学校当局再没什么表示的话，我们干脆就罢教。罢教？这未免太过火了吧？过火？学生们已经闹着罢课来支援我们，我们做老师的反而畏首畏尾的，太窝囊了吧？嘿嘿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哎，好了，现在不要争论这个问题。等抗议书送上去以后，有了答复再做决定好了。我们现在还是先谈一谈，怎么样把这份抗议书交给我们这位新校长？方便交给他，这什么客气？那么谁送好呢？我看，哎，我们这位新校长啊，对华先生的印象还不错。你这什么话？哎，老刘，你真是说正经话，你也开玩笑。好，不开玩笑。我送去好了。好，那么我先走一步了啊。咦，哼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校长呢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来，找他解决房子问题的。嗯。华先生，你也预备搬进来住吗？嘿嘿，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我前天不是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华先生，怎么走了？华先生，您要的房子我已经给您预备好了。华先生，教员当中有什么动静？我不大清楚。好，哎，我先带您去看房子吧。校长，您忙，我先走了。我马上陪您去，就在那边。您看这个地方还不错吧？真是好极了。不过这样好的房子叫我来住，实在是太……哎，哪里，您太客气了。不过今天您还不能搬过来，我还要整理一下。不着急。华先生，今天一定要请您帮个忙喽。教员对我的抗议就完全出于误会，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扩大了。不，校长您别误会，这封抗议书不是我送来的。我也不是代表。华先生您不用解释，我完全的明白，只要您肯收回这个抗议房子嘛，您明天搬过来好了。不，您误会了，这房子跟抗议书是两回事情啊。当然是两件事情，房子是我个人让给您的，与别人无关的。这件东西嘛，就请老兄带回去吧，拜托。不，对不起校长，这事我办不了，这房子我也不要了。哪里。啊，这下华太太可赢了。哎呀，十三不搭呀。你打的吗？打什么呀？五头。谁打的？你们老爷呀。啊，打五筒，这副牌当然是打五筒了。这笔账慢慢的再算吧，先吃点点心吧。
请用啊，华太太，谢谢。小姐，小姐，喂喂，喂喂，喂喂，哎，妈妈呢？妈妈呢？我问你啊。我不知道。哎呀。妈妈呢？妈妈呢？哎，请用点点心吧。哎，阿妹，维维的妈出去了，在楼上。佳姐，佳姐。早啊，肖太太硬要拉我去，我本来就不肯的。我知道我不该打牌的，可是为了单家费的事情，我不能不应酬啊。谁要这单家费啊？我不办了。你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就知道打牌。你知道学校里出了事情了吗？学校的房子完了。开的场子，我还是头一次碰见呢。走了走了，不错不错啊。怎么样，这场麻将打得很有点意思吧？说句真心话，亭子间嫂子怎么样？要我帮忙啊？少废话，我今天回来就是为了跟你打破醋坛子的，你还在做梦？扑克都已经听到炮声了。厅长特地派我来料理公司的事情的。那你马上就到公司里去啊。嗯，房子的事情你也要赶着办，晓得吧？你关照的都办好了，洪有文我当面赶过，月底就办啊。嗯，小广播的老婆已经把金子和西药都搬过来了，就等着你押款了。哦，那把箱子里的公款挪一点给他好了，叫他来拿。嗯，我不押款可以买到二两金子的话，明天卖出，后天再去嘎，那就变成四两；大后天再卖出，再去嘎，那就变成八两。二八一十六，一二如二，二如四，二四如八啊，正好就是32两。三条顶费2两，装修啊，我们搬到赛台上去住。所有的房子嘛，通通出。请客堂嘛，1条半；乾隆嘛，1条半；厅间嘛是个5两，二五的是1.5，正好是个3条半。还他的押款嘛，连本带利3两。诶，我他妈的净赚才个32两啊！笨呐！我发财了，老子发财了！他妈的，我发财了！我发财了！我操！我跟我们老爷说好了，除了定钱不算，你们那笔货跟金子啊，一共押给你们4000块金元券，够你买2两金子的了。日春嘛，1角2分，10天嘛到期，到期不赎嘛东西算拉倒。怎么样？10天啊，条件答应了，马上上去拿钱。10天呐、啊，10天就10天，吵闹。
陈总还在吗？全在写字杆等您。哦。有什么消息吗？局面变得太快，我们要应变。哎呀，我们手上抓的都是货，怎么脱手呢？我就是为这个赶来的。部里有一条差船到广州，你把公司的花纱、颜料、五金立刻提出来，啊，系上国防部的封条，让公家的器材装上船。是是。还有部里的一个起令给水上警察所的。哦，你立刻动员大家去办。是是。还有那批米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真是难得糊涂，现在家家闹着应变，谁不抢着囤几担米呀？真是风头上了，抛啊！对，抛了米再变金子。户口米，户口米，哪来的户口米？干嘛？快点快点！老不死的，一天到晚乱忙活，吃饱了饭没事干。哎呀，小伙不见人呐！老不动啊！户口米啊，死人是老不死的。有这台上有。死人，你个死猪啊！你躺在家里挺尸，让人家去淋雨上大啊！一条不说，户口米，户口米，你去干户口米什么？你去干，你去干，你去干！哎，等等等，你看，你看那挠挠挠，这什么什么挠挠挠挠？哎哎哎，咔咔咔咔，挠挠挠挠，管他什么户口米呀、啊！明天去卡金子呢，哎哎。睡得像个死猪，叫都叫不醒。金子给人抢光了，也轮不到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还说我了？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合眼，就只听见你打呼。走吧，赶不上排队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毛病啊？天气太冷，打不出来。华太太，早啊！早。买菜去啊？有点车去。你不是说今儿学校里罢教吗？低声点。今天呢，他没来通知，大概罢不成了。我先到学校里去看一看。听说小广播他们打算把房子顶过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哎，都是你，一会儿说搬到学校里去，一会儿又说不搬了，害得我说话不算数。哎，你看你这个人。你总不能让我为了学校那两间房子去出卖朋友吧？谁叫你出卖朋友啊？姓侯的本来答应我们可以不搬的嘛。哎，没办法的时候只好不搬喽。得得得，将来再说吧。你看你又不搬了，那你自个儿找他说话去。什么？你叫我去跟他说，就不搬，看他怎么办？不搬嘛，也得跟人说个明白呀、啊。哎，随你的便。好的。华太太，买菜呀、啊，坐我的车子去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侯先生，我想跟您谈一谈房子的事情。啊，我们还想不搬了，真是的，三番四福，真对不起。好极了，华太太，我是说你们不要搬吧。来来来，您进来。不用了，谢谢您，我买菜去了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那不是老华吗？你瞧，他夹着书本在上课呢。他一定是被收买了，说不定他还没有接到罢教的通知啊。谁？我啊。哦，华先生，怎么，您是来上课来的？是的，不过今天好像是罢教了，是不是？华先生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实在不知道，所以我到学校里来看一看。我有点事，回头见吧。这家伙好厉害，
还装作局外人，古都发教一定是他，去跟着他，别让他逃跑了。名单带连学生带教员，一共25个人。车子来了没？姓孔的住在哪里啊？哎，怎么有什么事吗？我就姓孔啊。哦，这是你住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他妈的，叫你搬家你不搬，一定要老子动手是吧？他妈的，老不死的。少管闲事，滚开！阿妹，上次没你的事。小孩儿，滚开！上，快！走开！滚开！给我开饭。借你明天搬家，再要不搬的话，当心你的老骨头。哎，大爷，兄弟刚见我好吗？你贵姓啊？哎，我姓肖，肖老板人称肖广播，就住千科堂。哎，孔先生啊，搬是一定要搬的，就是限期一天呢、啊，是未免太短了一点了。总得给人家个准备，是不是？哎。如果朋友们看得起兄弟的话，给兄弟一个面子啊，限期一个礼拜，如果到期不搬的话，完全由兄弟负责，咋的？好，就让肖老板出来讲话一句啊，咱们走啊，再会再会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对不起啊，这位这位这位，哎，这位这位啊，我收拾到，这位这位这位啊，喂喂，妈，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？这房子给流氓砸了。为什么？是猴子麦童他们干的。阿妹，什么东西？小妹，妈妈，妈妈，着急嘛，我有办法，到了一个礼拜啊，我就一定有办法，真的，你听我说。对了，孔先生，别着急嘛，慢慢的想办法。哎，我来帮你忙来。你们大家都不搬，看了怎么样？哎，听回你们的大笔卷到底怎么谈的？怎么谈的？没人肯出头啊。 No， 人家华先生就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怕他什么？这一家子狼道理不唱不要脸的事情多得很呢，你们积极行动不搬，姑婆婆不要你搬，姑婆婆不要搬，不搬了。二毛，孔伯伯没有用哦。孔伯伯，不要难过，我们给你收拾东西啊！来，收拾东西。好，收拾东西。乖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。
学校里今天又逮去了好几个人，华先生也被抓去了。我是翻墙头跑出来的，先来告诉你一声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镇静一点啊，我们大家都得想办法，华先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我得走了。怎么了怎么着啊？华队长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华先生被抓去了。抓去了？为什么？孔先生，今天你照顾一下维维，我去想办法去。华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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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维维，维维，等等，我陪你去啊。留点气力，明天嘎金子吧。早晨你又爬不起来，今天晚上就得去排队去。走走走，回去回去。华先生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世界哟？请您救救他吧。真是对不起，我们关于这种案子实在是不敢过问的。我找高秘书。我求您，请你们放了他吧。这种事情我们管不着。哎，干什么？我要见陈科长。张大师，请你做做好事，求求你们放了他吧。我马上派人来啊！我跟你跪下，我跟你磕头。哎，我告诉过你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抓过人嘛。怎么没有消息啊？一点影子也没有啊！哎，别吵啊，乖啊，让妈妈歇一歇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华太太，急都没有用的，再想办法哈。我去找猴子去。找他？找他干什么？猴子在国防部做事，总有点门路的。侯先生，侯太太，请你们帮帮忙，只要把我们华先生救出来，我和牛鞭马都要报答你的恩德。哎，华太太，你严重了。像华先生这样的事情近来太多了，我们南京部里一年就办了上百件。老实说，现在的血糖闹得实在太不像话。不过华先生嘛，我是知道的，他是个老好人，你放心好了，这事情包在我身上。你都会写包票啊？当然的，总统啊军统啊我都有朋友，这是陈大庆说老同学，没问题，回头我打两个电话去问你们。不过华太太，这件事情总得要您自己出面才行啊。那当然了，只要有门路。好，那么明天下午我陪你去看几个朋友吧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了。孔先生，有办法了，他答应我明天先去找几个朋友。哦，这次他倒肯帮忙了。是啊，这次真想不到。维维有点烫吧？哎，老夫子，怎么今天晚上你们就去嘎金子去？现在就要去排队啊，今儿晚上只好睡马路了。孩子们，托您给照顾照顾啊。照顾照顾啊。哎，没问题。那华太太，我明天嘎到金子请客，我还要请你找华先生去啊。这最好了，金子在哪儿啊？走走走。回去回去回去，明儿也再嘎不到金子了，才要命呢。今儿晚上拼着一夜不睡，还怕嘎不到啊？天下的事情叫做有志者事竟成，懂吗？就会吹牛。哎，你看，瞎子也去嘎金子了啊？瞎子吗？瞎子不认得金子。
么吓人呢？哎呀，我逃命不了，我在这里向农民死了呀！快去偷农民的吃呀！快去偷在这里向草民的吃！我逃命不了，我逃命！快去偷农民的吃！他妈的，黄牛党的头脑又来发面包了。他怎么打中央银行里边捐出来的？他们是串通好的，中央银行跟黄牛党还不是一伙。哇，挤到前面的都是黄牛党。他妈的，他们吃饱了面包再抢金子，这抢金子还会有我们的份？你别嚷嚷啊，小心挨揍。阿军，阿军，军飞，赵路飞。大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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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我三弟，大头，哎，王子，王子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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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王子，王子，哎，大头，大头，大头，你干，你干你。分子干净，分子干净，分子干净，都是臭肉了，干净，干净，干净，臭干净！王八蛋，你打什么队出来的？黄牛，把他赶出去！他妈的，把他甩出去，甩出去！何经理，座位已经给您留好了。侯先生，你不是说到警卫部去找朋友吗？现在这躲躲雨，这一会儿不容易找到人呢。真是好侯先生，您的那位朋友这会儿可以去看他了吧？早早还早啊，再坐一会儿吧，雨还没停呢。再说您难得出来，我也难得清闲。我想改天再奉陪侯先生，还是早点。华太太，你真是个好太太，您对华先生太好了。可是华先生对您好像并不太……那也没什么。就是他脾气有点古怪。是啊，平常他就不搭理你。对不起侯先生，他就是这样的书呆子，这次出来以后一定向您道谢，跟您道歉去。别拉话，客气客气。可是华太太，我是要您自己诚信我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也该跟您道谢的。那么华太太，您用什么来诚信我呢？您要我送您点什么礼物呢？华太太，你装傻。侯先生，我不懂您的意思。侯先生，可以走了吧？走走走走，您再坐会儿，雨还没停呢，坐坐一会儿，坐再坐一会儿。侯先生，坐会儿，坐。侯先生，我今晚上陪我去跳舞好不好？我不会呀。不会不要紧，只要你今儿陪我一晚上。侯先生。华太太，你不知道我真心爱你吗？侯先生，你太欺负人了。
我是帮你一忙的。什么人收信了？王太太，你可回来了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个吴玉伟病了。啊，病了？已经请到医生了，在前面呢。哎呀，金子，三十二两金子，怎么了？没有多大关系，养几天伤就好了。是是，疼的时候用热水扶一扶。好好，哎，对不起，还有一个小妹妹，也请您给看一看，好吗？这个小妹妹怎么样？这个小妹妹昨天就有一点发热，大概是吹了风。又赶上他母亲华太太这几天不在家，我呢，哎，又实在不会照顾孩子，恐怕是受了凉，所以今天就一直这样昏睡不醒。请问医生什么病啊？急性肺炎，请你赶快准备盘尼西林，停一会儿我来注射。盘尼西林？盘尼西林？嗯，越快越好，快去买。啊，好。哎，华太太，你来，你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伟伟？伟伟，伟伟，你怎么了？伟伟。越来越急了。伟伟，先喝点开水给他运运呗。喂喂，喂喂，这不行啊！这，黄太太，钱呢？我看我先去买药吧。不瞒你说，孔先生钱不够啊，这一项家用都顾不过来，地也没地方挤。自从他爸爸被抓了以后，家里就……孔先生，药要多少钱啊？我拿去买。哎，阿妹。你一个月的工钱恐怕连一针药也买不到啊，那么贵呀。华太太，别着急啊，千万别着急啊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我去想办法。孔先生，华太太，我回头再来。伟伟，伟伟，你醒一醒啊。妈妈跟你揉一揉就好了啊，你舒服一点吧。伟伟，你说呀，你说呀。伟伟，妈妈也不能够气你。伟伟，你答应妈妈一事吧，妈妈害怕呀。你不要闷着不响啊，伟伟，你答应啊，你答应啊。这件衣服也许值点钱。孔伯伯，爸爸又在叫了。好得照顾照顾爸爸妈妈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孔伯伯，你到哪儿去啊？我给薇薇买药去啊。不，谢谢你，我马上要到报馆去。哎，干嘛拉着箱子到报馆去？不要管。哎，孔先生，这箱子刚才是开着的，会不会有人动过？有人动过。
潘尼西林，潘尼西林，哪来的？哪来的？阿妹，是不是你？是肖太太的。啊？啊，不管，救命要紧。潘尼西林，潘尼西林，华太太，华太太，潘尼西林有了。二位乖啊，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，再等，再等啊，乖啊。谢谢你，我来关吧，我来关吧。胡爸爸，胡爸爸，哎，伟伟，你完全好了。胡先生回来了。胡爸爸，哎，伟伟，哎，伟伟，说呀，教你说的话呢。谢谢孔伯伯，谢谢孔伯伯。哦，真是的。他这条小性命啊，全亏了孔伯伯救的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小胡子啊，咱、啊、进来谈谈呐。哎呀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们下来，我们下来，我们下来。哎，老胡子，你们赶紧去玩去。哎，伟伟，当心点啊。老胡子，哎呀，欢迎，哎呀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医生和安慰好了，别动，没关系，你躺着了。你们两位都好了，真是恭喜恭喜。谢谢，我们两条老命啊，全亏了你老胡。哎，哪里哪里、哎？有什么消息没有啊？和平不知道怎么样了啊？哎，和平，哎，真的和平了呢。这下可真的和平了，你看，老蒋下台了，打不起来了。啊？什么？蒋总理真的？什么？不打仗呢？哎，真的老蒋下台了。哎，什么下台？还不是美国老板看着老蒋太臭了。换个李宗仁出来骗骗人，不管怎么样嘛，仗总可以不打了噻。要是真的和平了，那么抓取的人当然放出来。哎，华太太，恭喜你呀、啊，华先生一定很快就出来了啊。那就好了。你嘛，哎，小妹啊，这下子啊，你可以回乡下种种田，用不着帮人家了。老夫子你呀、啊，更应该恭喜你了，你的少爷很快就回来了，我保险。我们嘛，大毛的嘛，只要不打仗啊，生意就好做了。将来呀、啊，嘿嘿嘿嘿，阿弥陀佛，总算有了和平的一天了。胡子回来了。孔老头子搬了没有？小黄伯夫妇在家吗？在。回头叫他上来。肖太太，你再多歇歇啊！谢谢你啊。猴子要催我们交顶费了吧？我看明儿我们再嘎一场金子吧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你病刚好，待会儿又嘎出毛病去。我看还是回头我去找猴子求他宽限两天吧。哎，什么？闹闹。平衡费，平衡费，他妈什么叫平衡费啊？妈的，完了，这下我的钱都平衡完了。什么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金子？涨了，涨了，两千块一两，现在变成六千五了。什么？六千五？什么话？六千五？猴子给我们四千块钱，连一两金子都买不到了。
这是哪个混账王八蛋说的？你做梦，还4000块钱呢，这一场病就成了2000块钱了。你告诉我，涨到6500是哪个王八蛋说的？哎呀，还谁说的呢？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。操他个娘啊！政府的命令？这是什么混账政府？这是什么狗屁命令啊！我明明2两多金子的本钱，现在连3钱都买不到。这是什么绝世绝色的命令啊！这是什么杀人放火的政府啊！我的好奶奶，我的好奶奶，别吵！小心点，楼上停电，你命不要了，命不要了！我不要命了，我要跟你掐头算账去！哎呀，你到哪儿去找去哦？政府在南京。太太，这叫祸不单行。我们不但连本钱都搬不回来，就连压根楼上的东西啊，完了吗？天哪！这些日子你在干些什么？孔老头子还让他赖在这，小王伯的警费也收不着，南京都搬得差不多了。我问你，你打不打算走？要走也得过了年呢，明天就送葬了。你们女人懂得什么？等过了年可走都走不了了。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呢？一年到头的，我也不过为了图个吉利，和你团团圆圆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少废话了，2天之内把东西给收拾好。厅长叫我把公司先搬到广州去。啊，不是说这2天要和平了吗？你做梦，我们叫人家打得给喘不过气来了，自然要人家停停手，好让我们喘口气再打了。你懂个什么？可是房子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问小广部要顶费啊。谁呀？我。侯老爷在家，正好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把我那批货经首饰跟喷的心灵赎回去。哎，我先问你啊，房子期满了，顶费怎么样？3根条子就要可要交现喽。房子的事情请您再宽限几天吧。我先把东西赎回去。东西当初讲好10天满期的，早过了期了，还讲什么废话？怎么？你跟我走。房子嘛，明天到期，3根大条子，交得出我让给你房子，交不出明天给我搬家，定性说拉倒。什么话？我这东西你就这么吞了？胡说！什么叫吞了呀？你看看，这不是你们小广播自己写的笔记吗？我那批货值多少钱呢？你一共才押给我4000金圆券呢，不是吞了是什么？你们也得凭凭良心，越买越卖。笔据是你们自己写的，什么良心不良心？现在金子要卖6500啊，单单我的首饰就是毛20000。你们趁我打劫，你们放屁！我信口的就吞了你的金子了，有本事到法院告我去！去去去去去去！退什么退什么？你想欺负人呐？你瞎了眼了？你去！我姓夏的不比孔有为。去，别吵别吵，回去。东西嘛，押给人家了，有啥要我搞那直接。哎，姓侯的，这笔据是我姓肖的写的，我绝不理了。可是这票货跟金子算不算满期的？凭天理良心哦，个人肚里明白啊。走，有本事嘛要回来，没本事送给人家。好，房子的事情就算完了，我的定钱就算白送给你了。可是姓侯的，小广播认识你的王八蛋，什么东西？奶奶摸您是不是？好好摸得好，我小广播摆地摊凭力气吃饭，一不偷人二不抢人，满街上都知道我小广播是个什么东西。可是你是他妈的什么东西？吵你妈吃算，跟他们吵什么呀？别塞，他妈的老子拉死也不给狗吃，这房子绝不便宜的王八蛋。你打个电话给老魏，叫他马上来，我把房子便宜点给他。可怜我的几两金子啊，收了几十年我都舍不得花，一下子就给那狼心狗肺的东西给吞掉。哭什么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你哭你都
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把我的金子还给你！你弄来的拍你喜灵，不早点说好了？哭什么你？哭什么呀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哭干嘛哭？妈的，姓侯的，老子绝不饶你！那个看房子的人又来了，看怎么办吧。有办法，有办法，我们大家联合起来跟他拼一拼，不打了。我这么想。来了来了。好，那么明天我把鼎沸送过来，顺便来收拾收拾房子。好好，我一定恭候。你们三家都听着，我的房子已经顶给这位魏先生，限你们明天上午给我统统搬走。警察局我有的是朋友，你放心好了，魏先生。好，那么明天见啊。呸，妈的，我偏不搬，看看怎么办。可是肖先生，你没听见他刚才在说吗？他要找警察局的人来赶我们搬家的呀。他呀，很不了多少时候了。老夫子，听我说，有个惊人的消息。哎、算了算了，又要乱广播什么？哎，这次的广播是千真万确的。听说昨天晚上共产党打到了六合，南京乱七八糟的。哎，这倒是真的。哦，呵呵，难得啊，你也会广播一次正确的消息啊。哦，是吧？那猴子不是要逃吗？还怕他干什么？哎呀，可是人家现在不还没有逃吗？哎、你，哎，我们就不搬，跟他拼到底。真是，他又不能把房子搬走。就是警察来了也不怕，我们跟着拖。下了吧，下了吧，孔雀要搬了，怎么办呢？对，要搬了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我去。老夫子，老夫子，哎，老夫子，哎，老夫子，去你们去。老夫子，我不让你搬。对了，我们不让你搬。喂喂，你看，孔伯伯要走了，你可让他走吗？嗯，孔伯伯不要走，孔伯伯不许走，孔伯伯不许走嘛。我没说要走啊，是谁说的这？谁说的？这是什么？那么大年纪了还说谎？哎，不是的。哎，什么呀？快上来！快点，快点！上回交给你那包货呢？货？柜子里头只有玻璃丝袜和香水。潘尼西林呢？在哪儿了？给我找出来！楼下那批家伙又在捣鬼了，你去看看去。他妈的！先还怕他你？走了呀！我怕他。我们都不搬，孔先生，你也不要搬，大家齐齐心，看着怎么样？对，大家齐心。李经天为什么还不搬？阿妹，下来，给他把行李丢出去，听见没有？把他行李丢出去。哼，用不着别人动手，我自己会搬的。阿妹，哎，哎呦，哼，把眼睛给睁开一点，少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别走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要走呢？胡伯伯不要走。干什么？你们找死呢！你们，你吼什么？说不搬了，大家都不搬。干什么？
你心领是不是？什么？你知道？哎，我知道，是我偷的。你们为什么要冤枉他？要找就来找我。啊？哼！不，也不是孔先生偷的，是我偷的。好啊，我这成了贼窝了。你们这些东西一个个都是贼党，跑一个不许走。你放屁！谁是贼党？你才是贼！你是强盗，是骗子，骗了我的潘金西林过来四万的，还骗了我的金子，好歹在马路上去评评价。去你妈的！给我滚！给我搬家！统统给我滚！滚不滚？姓侯的，那我们是贼，有种的跟我到大街上去评评理去！你个狗仗人势打官腔，有种的跟我走走！哎，狗仗人势！哎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不要拦着他了，让他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好了。今天我倒要跟他算算这笔旧账。侯一博，你这汉奸，你这恶霸，你今天还有什么威风，你都使出来吧！反正我那条老命算跟你拼了！我放屁，孔有文，当心点！你儿子是共产党，再胡说八道，我要你的老命！我胡说八道？你放高利贷，潘博萧太太的金子，你霸占我的房子，你还要把我赶出去？你勾引人家的良家妇女，这是我胡说八道的！啊，你说什么？他趁危难的时候欺负人家华太太，华太太不要走，没什么难为情的。这种衣冠禽兽，就要他当面出丑。住口！这次我打死你个老王八！你改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再凶再狠，我也不怕你。哎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我就不搬，不搬，大家也都不搬。不搬，不搬，看你怎么样！不搬，不搬，看你怎么样！不搬，不搬，看你怎么样！看你怎么样！不搬。紧急的决定啊，我们部里要马上离开南京，撤退到广州去啊。现在我要陪部长到奉化去见总统，参加一个很要紧的会，明天再飞广州。哎，公司里的款子都收齐了没有？限你明后天给我带来，部长等着要用，晓得吧？是，我立刻办，立刻办。干嘛？怪不得赶这个赶那个，就舍不得赶亭子街嫂嫂。滚开，你也给我滚开。我自然要滚开了，好让人家新人进来。他妈的，就说老子又弄脏一个女人了，要怎么样？要滚就滚，我们老子玩一个也不要。妈的，还哭还哭，眼看就完蛋了。你看，刚才张总电话说什么？什么？完蛋了？南京完了？马上就完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只好滚蛋，马上走。今天你要走吗？明天两张飞机，我订票子。该死的，把人孩子打成这样，真是衣冠禽兽，衣冠禽兽！妈的，人怕凶，鬼怕狠，就这样对。喂喂，航空公司吧，我找王飞机师接电话。哎，找飞机师了，找飞机师了。哦，你是王飞机师吗？我是侯一博，我要两个座位到香港啊。哎，要逃了。那逃了，逃了，逃了，逃了！他妈的，逃了！啊，请特别帮忙啊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来，走吧，天亮了。这房子就这么丢了，我真是不死心了。哎呀，走吧，这个破房子算得什么？算什么？三根条子呢？你说这里边几个三根？到了香港会堂的对马路啊！哎，你不是跟公司到广州去吗？哎呀，这个时候了，管什么公司不公司的？走，走，走！快快点！谁呀？谁呀？你有贼呀！你有贼呀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龙华飞机场。啊！不快，快快！妈的，把他们全弄醒了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爸爸。
你倒逃得快呀、啊！他妈的，现在便宜了，老子总有一天回来给你们算账。好，有胆量你就回来，我们大家等着跟你清一清，算一算。啊，好像太不顺畅。往前走，回头看一看的话，打死你！走！他们倒霉的日子也到了。老刘都被他们给枪毙了，他们找不出我的证据来，把我打个半死。可是他们怎么会放你的呢？对了，华先生，他们怎么肯放你出来的呢？是啊，怎么肯呢？这次李宗仁上了台，扛着和平的招牌来骗人，自然不能不放出一两个人来，装装门面，做做幌子了。其实我后头就还有特务在跟着我，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再把我抓了去的，可是我不怕。孔先生，这次虽然我吃了不少的苦头，可是也得到了不少的教训。好了好了，华先生回来了，这下我们可快快活活的过个好年了。哎呀，回头吃，你忙什么？哎，电话没有了，家电在家里。别抢，赶紧烧坏了。可巧不巧，宝贝儿。哎呀，这个年可真忙了大家了。床铺收拾好了。我菜也摆好了，我蜡烛也点好了。啊，放鞭炮了！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做呢。哎，小毛，来来，二毛，微微，哎，拿好，拿好啊！拿好，别抢，别抢！啊，你们拿这个，我们都到大门口去啊！我们啊啊，慢慢的走啊！来来来，哎，慢慢点啊！走，走，走，大地哟！这是副老对联了，可是我有好几年没有哦，就是从这个房子被霸占那年起就没有贴过呀。哎，今年贴这副春联，哎，我觉得很有点意思啊。哎，新年来了，新的社会也快来了。哎，真是啊，抱犊一声除旧，掏户万户更新呢、啊。哎，对了，新年要来了，新的社会也要来了，我们呢也得换一副新的脑筋才成。我们这些旧社会里的人呢、啊、都有很多旧的毛病，所以我们也得除旧更新，
从头开始，好好的去学学，做一个新人了。对，听我说完了。好了好了，可不太冷了，我们大家赶快上去喝一杯，团团圆圆的过个新年。